25号广州见啊。偷了我的心。哎，这个是谁呀、啊？王者，你这飘了瓶说我偷你的心呢？没见你来过几次啊？哎，你把这个帽子扣我身上啊？其实我不太适合穿旗袍，我觉得，因为我的身材不好，我不想穿旗袍。人家那种旗袍是那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觉得穿旗袍好看的不是那种，但是瘦的也好看啊，像张曼玉他们穿也好看。嗯，我还适合狂野型，我觉得我还适合狂野型。520有专场吗？啊，还搞专场吗？520想一下，520就唱情歌吧。520，那别搞那么多了，唱情歌，复古情歌，找几个男生几个女生来唱复古情歌，行不行？最近这个锅给我背了，那行吧。广州天德广场，德行的德，天德广场。不要盘的这么复杂，我觉得你搞得太复杂了。我说实话，就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就可以了。你看，最后也要成就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很乱呀。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呢？你搞那么复杂，我主要常常我猜的时候很难，你懂吗？但是我猜，我得一个个这么多夹子猜。美观呀。一坨上去没有那个纹理，我不，我就要一坨上去嘛。最后也会变成一坨。走一个多情的无情的噔噔噔噔噔。一姐后面的美女结婚了吗？你没门。啊，这是舒肤佳，请我们去广州，真的好给力。真的是太给力了。狂宝在万林广场看到我了，记得一定要打拍照哦，拍照发抖音艾特我，艾特舒肤佳，到时候你到广州来，我给你礼物啊，给你一份礼物啊。为啥这么多黑粉？还好像我说现在黑粉比以前少很多了，以前黑粉占的比例都快2/3了，现在黑粉比例只有1/3。我觉得广州，我感觉在广州我能炸，家人们，我感觉广州户外我们能炸起来。有这种，就是我的直觉，你知道吗？很多时候很准，就有时候我去到一个地方，我觉得，我感觉不会怎么样，他真的是不会怎么样。可是你内心觉得，我这次来到哪个地方，哎呀，很有感觉，我一定会炸，我一定会怎么样，他就一定会很好。这就是心念。我就现场来得及，现场拍也来得及的，因为这次舒肤佳给我们的粉丝宝宝们准备了好多。好像有几百份吧，几百份的礼物，啊，特别给力。潘婷洗发水下个月会卖，因为我们可能马上跟潘婷呢要有深度合作，下个月会卖潘婷洗发水。啊，24、25会下雨吗？放心，不会的，我相信，今年我的运气很好。看到没有，上次我们去杭州他们说会下暴雨，但是我直播的那天就出了太阳。去那个亳州的时候看天气预报，那两天是下暴雨，很冷。他开播之前下了雨，我一开播就停了。今年我的运气很好。他们在那聊天，狼哥还有他们。狼哥，你的手机滴滴滴滴滴一直在响。哦。那手机滴滴滴滴滴滴。啊。年纪确实不小了，80年代的，80后我是一个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唐毅，你还缺女儿吗？Oh my god！
把你女儿送给我。上次洗发水可以是吧？对，今天我们可能跟这些大牌都会有合作啊，跟这些大品牌都会有深度的合作。谢谢轩辕铁，感谢。没事啊，在广州下雨也没事，又不冷，对吧？广州什么活动？就是户外直播呀，跟平时一样啊，但是是舒肤佳赞助的户外直播。没，运气很好，人气不好，人气这东西嘛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那你觉得多少人气才好？100万才算好？谢谢菲菲，现在100万才算好吗？现在100万太难了。啊，你给我当女儿？哒哒滴哒哒哒，哒滴哒滴哒滴滴，当当当，当当当当。谢谢用户。吃饭了吗？没有，八童还没给我打饭嘞。摩托车没搞好是吧？你不是不要白色的吗？我不要不要不要，那搞成那个有点不合适不合适。机械问题，要么就拖过去了呗，拖过去。搞不了搞不了搞不了一点，谢谢六六。修了一个小时，每个人都麻了。520不播，521播是吧？521播。哎呀，广州哪里？天德广场。哎，这个有点那个味儿了啊。哼，哼。我说了，最后看效果。是。我的茶今天泡的非常好，我泡的。谢谢成都二叔啊。是可以，我以为你泡的是陈皮。不是，今天茶泡的真的可以。我以前放茶叶就放多了，今天我放少一点它就可以了。对啊。谁让我伸手不放？今晚唱什么歌？你们现在可以点歌好不好？你像个妖怪一样。嗯，我专门吃黑粉。妖怪吃黑粉。谢谢丹哥。今晚在昨天晚上的场地直播。嗯哼哼哼。没有啊，那个80年代都是这样的头发啊，拍的那种明星的那种照片就是这样。这种头发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是这么多的，就是这么多。但是你要把它搞乱，不要搞成一坨就不好看了。它必须要搞乱才好看哦。然后娟子又说：“你咋这么急？”嗯，没有没有，我不敢。稍等片刻啊，老板。我不是在那个开那个饭店的文和友，是另外一家文和友啊。就洗衣凝珠洗的衣服好香哦。好用吧，好用吧，这个洗衣凝珠好用吧，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，只要找个男生来唱就好了，噔噔噔噔，两个音乐剧跟一个男生连个爱情，演爱情主题的音乐剧。天德广场，这个月的24、25号，521搞个情歌专场。新沙文和友对，跟着感觉走，让他跟着我，我在原嗯当当当当当当，哎，这首歌可以啊。跟着感觉走，让他跟着我，我在叫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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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包包呢？
来来来来来，我拿个手机来，咚咚咚，咚咚咚咚，我来放一些歌。我今天找了好多的，昨天我找了好多的老歌，可能不一定是大家都熟，但是大家都一听就是有那个味儿的歌。哎，我的手机去哪了？我的手机去哪了？完了，我在这里。天天丢三落四的，看一下啊，找什么歌啊？跟着感觉走，好听吗？我今天专门叫我爸妈和外婆说，今天要看我直播哟，唱的老歌哦。谢谢菲菲。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，多了，真的太多了，就是把我的脸遮住呢。看一下，真的太多了，你看，把这个弄掉，就这一点点好吗？这样是不好看一点。我觉得多好看一点，看一下。他那个好多嘞，我这一大坨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大坨头发啊，不把它弄扁了，你要上镜好看。他们都说发现了做主播不容易，所以说他们老是说啊，你看你一天赚什么什么什么啊，你这一夜就怎么怎么怎么，你们是真的不了解这个主播的苦，你知道不？韩宝仪的歌，我看一下啊。跟着感觉走，梦中梦的手。还有什么歌？每次走过这间咖啡，不好看的别看，哼，不要看。一点点就感觉有点，哎，这么一点吗？对，好，对，这个已经够多了，这已经。好好好 ，OK。唱了一天，一个小时，嗓子又唱哑了呢，这怎么这样呢？啊！真心真意过一生，我看看，可以呢。娟子就是太负责任了，他在帮你一点点一根毛都要给你搞好，我就没耐心。一般般，一般般，但这个好听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一般般。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。好听吗这首歌？这放第一首吧，这么好听这个歌。今天就跳脱以前的那些歌单了，好吗？不唱秒针，不唱大风吹，不唱曲终人，就唱这些歌，管他多少人。你们觉得呢？就唱这个。行不行啊？第一首唱诺言。如果不晓得越高歌，明早永远年轻，尽心真意过一生。下就行，我放不下。今天还有 RT1 吗？今天没有那么多人了，这边人一多你知道吗？我也是想的比较多的那种，就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啊。你这些歌不适合放在前面唱，你懂吗？那个
人太多了，昨天我就每个人想照顾，每个人想给他们画面，然后就会弄得自己很累，然后就大家看的也不开心，所以我今天就不叫那么多人了。嗯，昨夜的星辰你能忘记。我们不在乎人气，今天这样吧，我要他们把那个人气给我遮住，给我遮住，我就享受这个音乐好吗？行不行？好了，不默契了。 OK。 我的饭呢？你心思太多了。说话说着站着说话腰不疼，很多时候你知道吗？你站着说话腰不疼，你说我这说我那，你真到我这个位置，你说不定还不如我的心态，真的是。谢谢一朵红梅。忍不住，等一下万一我唱完整唱，唱完一十万都上不去。我真还是得看人气才能唱直播的，不看人气不会直播了，不看人气不会直播了。好了，我下播了，家人们啊，我下播了啊。我不想说这种歌不适合我唱，我这是压工嗓，唱出来难听。压工嗓来啦哟。哎，怎么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吓我一跳。饭来了，饭来了，来，我还吃到你的饭了啊，八王子，我吃到你打的饭了，好想你们呢，家人们，等我。刚才有人说八王子还不开播，是憋大招吗？又来说了，今天化的妆不适合我，我这是手机直播，相机直播的出来的效果不一样，不要说了，天天说，天天说。啊，这不行，那不行，衣服不行，发型不行，妆不行，你真的是，真的是头痛啊！不给他搞了，真的头痛。